清楚，我说过之前我们的方向有一个舞伴，第二个是观众，那个观众在四周，观众可能在不同的动作里面，你要去看着的观众的方向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这是前面的观众，这个是斜角的观众，这只是同样是观众，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就是当我们在奔跑步的时候，你们前进的方向在脚上，全程是看着脚，而这里应该是比如说我要往前 and two andthree and cha ch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one， 所以说我们这个点它只有两个，当我去往前的时候 two and 的时候，我还要留在这个位置 three， 我们做 round 的时候头才回来，然后依然盯住我们转身回来这个点 three and cha cha one， 还留在这继续往前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one， 清楚吗？而这里不是去看观众，现在会有点要么是 two and three， 头没有点，没有方向，就是你们给观众这样的，你的前进的意识不够强，一个是 two and three， 很明显感觉在转，而我要看到的是往前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 往前 two and three and cha cha。